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科波瓦阁下，各国驻教科文大使代表，各位宗教领袖代表，各位嘉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感到很荣幸，能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共同探讨多元宗教教育与和谐，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话题。今日社会乱象丛生，如何才能够恢复世界的安定与和谐？只有将宗教教育发扬光大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曾经说过，高级宗教的真实目的是将精神、忠告和真理的智慧之光彰显出来。这与中文宗教的定义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在中文，宗有三种意思：主要的、重要的、尊崇的。教是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宗教两个字合起来，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。宗教是人类不能缺少的普世教育，他所教导的是爱与和平，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的教育。特别是宗教教育教导世人认识宇宙一体的事实真相，令人成圣成贤，其重要性无与伦比。因此宗教教育确实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，为世界带来安定和谐。爱的教育，一切宗教核心价值观就是爱。这种神圣的爱是天性使然，它是人类一切善行的源头。天主教说，你们应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你们，你们也应该彼此相爱。伊斯兰教授安娜实施智术的全能的。希克教授，我心中珍惜超过一切的乃是爱，它是我在尘世享有永恒的生命。巴哈伊教授，与人性的尊严相匹配的美德，乃是能以容忍、慈悲、同情和友爱来对待地球上所有的民族和众人。印度教授，愿在所有人的眼里我都是朋友，愿在我眼里所有的人都是朋友，愿我们在个人眼里都是朋友。道教说，教人之难，济人之急，悯人之孤，容人之过。儒家说，凡是人皆须爱，天同福，地同灾。佛教华严经说，
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应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应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应菩提心成等正觉。华严经这段经文是说明慈悲心的重要性，慈悲心就是真诚无私的爱心。在佛门中修菩提心要从慈悲心开始修起，佛是因大慈悲心而生菩提心。为什么能生起大悲心？是因为怜悯一切众生，见到一切众生在生死轮回中受众苦，因此佛就以平等无二的大悲心普度一切众生。这就是圣者所实现的仁慈博爱的真心。伦理教育，伦理教育指导人们如何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，是人生的必修课。基督教说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，爱兄弟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退让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印度教说真正的妻子忠实于她的丈夫，男人的一半是她的妻子，勿轻忽，敬神明，敬父母之责，奉母如神，奉父如神，奉师如神，奉科如神。佛经说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父子兄弟，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相正忌，有无相通，无德贪喜，颜色常和，莫相为利。伊斯兰教授当孝敬父母，当优待亲戚，当怜悯孤儿，当救济平民，当亲爱敬邻，远离和伴侣，当宽待旅客，当宽待奴仆。道德教育，道德教育指导人们什么是正确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，是衡量人们思想的言行正确与否的准则。犹太教授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，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，不可无故做奸证陷害邻舍，也不可用罪欺骗人。犯罪的第一步是邪念，二是轻视别人，三是傲慢，四是蛮横，五是容耐，六是嫌恨，七是言露凶光。道教说积功累德，慈心于无，忠孝有替，正己化人，以悯人之凶，要人之善，济人之急，
救人之危。八一教授，不要为自己的事情奔忙，你们要全神贯注于能使全人类获得幸福，使人类心灵或灵魂纯洁的事物上面。佛教说，十善业道，何等为是？为能引离杀生、偷盗、邪行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欲、嗔恚、邪见，此十善业，乃至能令十念、无为、十八不垢，一切佛法皆得圆满。恒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六度之行，教化安利众生，助于无上真正之道。因果教育，因果教育教导人们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因果法则，是人们趋吉避凶、改造命运的指导原则。儒家说，做善将之百相，做不善将之百样。慧敌机，从逆凶，为影响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天主教授，他的凶恶必反转到他自己头上，他的横暴必降落在自己的顶上。为人慈善是造福己身，残酷的人凡自伤己命，大量播种也要大量收获。基督教是恶人有祸，他必遭灾难，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、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。主并不骗人，伊斯兰教授，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造的罪恶，善人们必在恩泽中，恶人们必在烈火中。行善者、恶者自受其害。一体的圣贤教育，成圣、成贤，是宗教教育的终极目标。因为每个人本来都具备成为圣贤的潜能，只是被妄想分别之处遮盖了，暂时不能显现而已。基督教说，愿众人都合而为一，父啊，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，就如同你在我内，我在你内，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，为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。伊斯兰教说，
人类原始一个民族，我阿那的慈悲是包罗万物的。天主教是我们彼此都是一生的知己，犹太教是要爱人如己，我是耶和华。锡克教是他真神，是无量寿的，是无生的，是永恒的，他的存在乃是一所真实不修的彻底。巴哈伊教授毫无疑问的，世界上所有人们的灵感，不分种族和宗教，都来自同一神圣的本源，大家都是同一上帝的子民。印度教授阿朱那，且看那整个寰宇，不论是会动或不会动的事物，以及任何你想看到的东西，所有一切全部合在我之内，成为一体。儒家说，故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，以中国为一人，非一之也，必知其情，譬于其义，明于其利，大于其患，然后能为之。天地之色无体，天地之率无其性，民无同胞，物无异于。道家说，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佛教楞严经中是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，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六祖坛经说过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因为认识到一体，所以爱天下万物，就是爱自己，就能自自然然地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如母爱子，无为不至。各个宗教的圣贤教育，其终极的目标都是教导世人回归一体，真正体会一体的观念，这是人类最可贵的德行。综上所述，我们相信恢复宗教教育能帮助世人真正放下恶性竞争、斗争、战争，人类可以把地球创造成幸福、仁慈、道德、互助合作的快乐天堂。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伟大使命。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办宗教大学，培养宗教教育机器的人才。现在英国威尔斯三一圣大卫大学准备设置和谐博士学位，请各宗教领袖推荐25位
博士生，深入学习自己的宗教的教义，同时也聆听其他宗教的教义。几年之后，希望成立宗教学院，乃至进一步成立宗教大学，培养出各宗教的传教士，在网络电视台讲解宗教经典，全世界都能收到。希望将宗教教育的理念发扬光大，团结各宗教，造福全人类。这是宗教教育对世界做出最杰出的贡献。如同汤米米博士所言，有着不同历史的民族文明以及宗教，将融合成为一体，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传承。这一天终将到来，这也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理想与愿望。最后虔诚祝愿宗教教育普遍全球，带来社会安定，人民幸福，天下太平。谢谢大家。